欢迎大家收睇马高斯 TV 马高斯，又嚟到马高斯嘅电影包场活动时间啦。咁当然咧就新蒙面超人嘅电影啦。咁啊真系要多谢新影啦，同埋多谢周立嘅。咁呢个六月咧真系相当之多活动啦，又有井上正带啦，又有新蒙面超人。咁大家真系要落力支持一下啦。咁讲翻正题先，今次电影包场咧将会喺2023年6月23日举行，地点咧就系老地方嘅奥海城 The Sky， 时间咧就系9:45开场，大约8:30咧就开始攞得飞噶啦。咁因为今次电影比较多血腥的场面，如无意外都是 2B 的等级的，如果家长们觉得没问题的话，都欢迎大朋友和小朋友一起参加。加上考虑到血腥和急不及待的关系，今次就不会在周末举行，就选这个星期五的夜晚，一来上班的朋友都可以收工过到来，又可以吃了饭先看，还要之后就是星期六，希望大家就可以尽兴。也都讲声不好意思先，因为看完戏都比较夜，今次同样都是大约100位的名额，票价就100元一位，大小同价。咁啊，视乎多唔多人报名，再决定加唔加场。虽然咧呢个可能性咧就都几低嘅。至于入场特点方面咧，就要等片商嘅安排啦，可能有，亦都可能冇。另外，当然我都有准备包场小礼物俾大家啦。咁啊，多谢怪兽王玩具送礼赞助啊！只要大家攞飞嘅时候咧，出示翻like咗怪兽王玩具嘅 Facebook page。即可随机获得一个小礼物，就是价值40元的新蒙面超人旅行贴纸一张。今次预备的数量绝对足够派晒给全部人的，只要大家记得 like 就得了，希望到时候见到大家啦。今次这条片就去到这里了，现在这个 channel 就有超级感谢功能，如果大家有能力想支持的话，欢迎大家課金5元或10元，大家的支持绝对制作的动力。喜欢这条片的朋友记得给我 like 我，欢迎大家一起留言讨论。